大家好，我是耶律龙，名门玩魔兽世界。那这一局我们就来打一场 M8 的神庙，不是的，就开始吧。这边跟各位提一下，我刚刚其实在稍早之前有牧师有爆了一句那个 M8 的鬼屋啊，就是庄园。不错的，很习惯坦克是那个位置。对，然后为什么没有在露营里面的话，就是很简单，因为打得很烂，一网就上头。那个 DPS 我无法领域啊，对，那真的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光是在补第二个就是有点习惯，稍微要那个调整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坦克不一定是对的。这礼拜的鬼屋多难打，各位，我想应该不用我讲，各位都知道吧？毕竟是暴君周，对。毕竟是暴君州的鬼屋啊，专业真的是硬到一个极致啊。5, 4, 3, 2, 1，终于肯给他队长，没有了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吓死了！我还以为我是被那个……放心，我还以为我是被砸到，结果是自己耍猫。
性。放心。嗯，他怎么死？你好大好大，你不要过来顶我嘛！劈死他们，安德利斯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他在干嘛？他刚是不是想要跑作战？对，我突然想到，他可以，古斯可以跑脱障，然后去复活的。诶，他是不是他刚刚是不是这样做？对哦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我觉得他刚刚是这样做，因为他刚刚跑过去，然后好像是脱障。放心，有没有可能？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可能。对。看来这一团比较稳啊，不过我还是想抱怨一下啦，可是算了啦，对啊，这都过去了，不想说了，因为刚刚那一场真的是太凄惨了。真的很凄惨，不是我想说什么。如果地震跟火山一样是进入战斗才会有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对啊，然后施暴跟那个什么重伤一样，可以坐下来吃东西，那就有多好。哎呀，不讲话，对，不讲话。记得我没有点。
应该是不小心去点，或者是他想要，我不知道他想干嘛。这两只小怪打死，看一下这个魂。5, 4, 3, 2, 1哦，让他毒，不要喷在里面的意思。喷了。放心，放心。我发现可以躲在上面，还蛮方便。啊！放心，这次干嘛开事情？你都快打死！
放心。放不了你了。放心。不掉，我看一下，他刚刚输出高吗？哇，好好好好好，都你在打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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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原谅你好吧，都是你的输出，对，另外两个输出有点低啊，所以一个死掉。其实比较累的是下一只王，结果视野已经开掉了。对，最累的是下一只，下一只就视野，哇，这么多啊！那很难打。放心。突然一个大喷泉，放心。哦，是，差点 A 下去。对，他那个 A 下来还蛮痛的。是。5, 4, 3, 2, 1 这坦克完全没在看，他完全不知道已经实习过了。那边有了，来飞过车。这个就是了吧？
他好像有看见。我多跳一步啊！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对，我刚刚跳了一下，然后就过去，然后变成是他吃到那个，他吃到那个什么？那个技，对，他一旦吃到就绝了。等我一下，快给你一个恢复，给你一个。他怎么都用连接刀啊？这边小怪会狂怒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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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一定要在我跳的时候那个嘛。等稳稳打，就加一了。上那个豆特，这一招脉冲，这招脉冲有点麻烦。当心！
奖开奖，那就谢谢大家啦。